第一层，今天很特别，因为我要去参加森林之王的试镜，我要去当炮灰。其实我在二月的时候就投了森林之王第二季，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啊，反正也不会上啊什么。然后结果我这礼拜呢，就收到一个他们工作人员传来的讯息，就说哎，我们之前有传信给你哦，都没有收到，都没有回这样。我就发现他们真的有寄信给我，但是四月三号要试镜，然后早就已经过了四月三号，结果他们就说没关系，我们再寄第二次给你。然后呢，就是今天礼拜六，我自己是觉得我歌喉跟吉他都没有办法赢别人，但是我的这个活泼度要带出来。要赶快出发到烟厂路那边 ，Go Go Go！ 现在废掉。好，哦天哪！嘿，对，我就这么出来了。试镜过程无法录影，想听我乱唱歌的朋友可以看到最后哦。我有这种朋友吗？哎，不是，这让我感叹一下，模糊的我也太漂亮了吧！好，可以继续了。哎呦，我整个超紧张的，声音一直抖，然后还有破音，算是破音，就是没有唱好。还有歌加嘛，魏如萱的。他叫我唱一首魏如萱的情歌，然后我就唱好吗好吗。你听的歌和你喝的汤想跟你一样穿你的衣服走你走过的路。其他就是非常紧张啊，我唱出一首的时候我才想说天哪，我应该要紧张的。不用担心吉他，好像一起走到忘记了孤独。好，因为试镜现场呢没有办法测录的关系，他们可能怕我是下一个长颈鹿许靖淳还是许丽杰，我知道我不会是，所以呢我就唱给你们听也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蔡依林《栅栏间隙偷窥你》，但当时就是唱不好，唱破音这样，然后吉他也是弹得2266，那我也不敢保证等一下会表现怎么样。那你们也习惯我就是2266风格，应该 OK 吧？哈哈。我想要一些自己的光景，你穿着划破海洋海洋情，我想着你靠近时的呼吸，这感觉可以进出一招人幻迷。我想要一些自己的逻辑，你学着全都无法去分析，观察着你眨眼睛的频率，这感觉可以扛起银色森林。很幸福也不要太快，相信还不要太快，结算这把戏都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，城堡是忽远忽近的距离，却让我隔着这美丽的间隙偷窥你。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哒啦，我想要等着你沉睡去，用五月安于淮阳的猫咪，不晓得我把自由送给你，忍不住的欲望心自己消除，声音此刻幸福是走进你的栅栏，圈住自己。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你们应该可以猜得到我刚刚哪些音破吧，就是比如说等你等你，所以我上的几率绝对是大海捞针，但是还是很开心可以去森林之王的试镜，觉得有一种被救的感觉，因为我已经 miss 掉一次的试镜机会，然后他们又觅我第二次，被捞起来的感觉。虽然我这机会没有好好把握，有机会的话第三次还是可以再赚，但是这中间可能要非常非常的狂练歌唱跟吉他的部分，这些我都还很菜，好不好？我会继续加油的，有安妮啦。
森林之王的 Vlog 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